过秦岭，入巴山，秦山苍翠的陕西省岚皋县便映入眼帘。近年来，岚皋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，大力培育龙头企业，以魔芋为依托，形成种植、加工、销售一条龙产业链。岚皋的小魔芋打开了大市场，成为岚皋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。伴随岚皋林下经济发展，岚皋山药也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。岚皋猕猴桃形成产业，做成品牌，吸引客商络绎不绝。岚皋蜂蜜芳香四溢，酿出村民甜蜜生活。得益于灵山秀水的滋养，如今的岚皋处处呈现出大发展、大繁荣的新气象、新风貌。